哎，该你走啊，走快点吧。嗯，走啥？嗯，钱儿，钱儿，钱儿，你点我。哎呀，你帮我接一下嘛，看是不是找你们呢？我的妈妈！你超菜。 喂，你好，我是嘉定号小卖部有限公司，请问你找哪位？找蔡倩云小姐呀？哎，蔡倩云小姐，你的电话。哎，你问他是哪里的？他问你是哪个卡尔湾的？ 上海啊，钱远，又是上海打来的。哎呦，听到说上海打来，难怪煮稀饭搞爆了。喂，哎呀，你啷个才打电话来嘛？别个等到你上午都没打起来。嗯，你还在上海的啊？你好久才重庆来呀？哦，在不久的将来。哎呀，嗯。 张佩萍，听嘛听嘛，好肉麻嘛！哎呀，我发现那个上海的那个经常看他打电话，他一听到说是上海的的哦，哎呦，那个简直是眉飞色舞。这个事儿啊，我觉得呀，蔡倩云啊正在谈恋爱，谈恋爱，哎呀，除了我的卫东，未必还有哪个看得起他们那个嘛。 哎呀，咋一说谈就谈嘛！哎呀，我巴西不得，我没得啥子的。哎呀，不要一天把我那个吊起，我心头难受。那边冷不冷嘛？冷，冷惨了。讨厌。哦，不，我没说的，我在说我们那个邻居。嗯，不，嗯，那不敢。哎，刘卫东，你在做啥子嘛？ 是不是蔡倩云谈恋爱了？你有点不舒服啊？哎，张妹妹，你好生点闻哈儿来。嗨，好像鸭子味道干。我又不是警犬。哎呀，是有点什么味道。哎，倩云，你出屋吧。哎，啥子嘛？今早早的。啊，我的菜。他的菜？怎么？呀，你们打我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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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我。 张哥，你说的说，那我看。张飞，咱争取点嘛。哎呀，不能行的嘛！哎呀，不能行的。不能行，睡觉不行。幺幺九打电话呀！对对对对。张哥，幺幺九电话是好多。幺幺九电话你就记不得呀？哪个都应该把幺幺九电话记住。哎呀，好的嘛。哎呀，你说嘛，到底是好多嘛？幺幺九电话嘛，他是。哎呦，我也想不起来了。哎，幺幺九电话应该是。 哎呀，想不起来了，再不想个法子，房子都要翻起了。那个，你不要着急，你那个菜场去的阀门咋的？在那个厨房门口的。那我就要关了，我就要关了。哎，刘刘刚，你小心点哦。哎呀，谢谢你那个时候还相当我直接。哎呀，这个什么时候了还那么轻易绵绵的啊？哎呀，我咋严重了？找到阀门了。张大哈，找到了，快关了。哎呀呀，行了行了，我把菜倒进去了。 哎呀，快出来了都！不行了，哎，怎么样？啊，搞笑了？啊，关键时候还是我刘卫东站出来嘛。所以钱云，你说你也，你个上海阿拉，他都没站出来。啥子？你们笑啥子啊笑？哎，啥子意思？哎。 我想起来了，想起啥子了？幺幺九嘛，电话就是幺幺九噻。哎呀，张伯伯，真是背起娃儿遭娃儿。嗯，哎，西德号那个火小哦，要是火大，你们又紧到起想不起幺幺九的电话号码，那是怕我们家里哈都要遭人光了。哎呦，都是。哼，哎，西德好啊。 今天幺婶儿没有在屋，要是她晓得了的话，不得了。所以对于今天失火的事情，我们一定要守口如瓶，对，打死都不说。对的。啊，你们有也不说，都瞒得过去吗？哎呀，幺婶儿，哎呀，你是爪子嘛，是黑人巴啥的？你太黑人巴啥的，过去把脸洗了。洗啥子脸了？哎，幺婶儿，你大学我不洗脸嗦。哎，我不仅要洗脸。
我而且还擦了珍珠霜呢。珍珠霜？我说的是个包包霜。你看你的脸嘛。啥子包包啥意思哦？哎呀，那恁个黑啊！哎，陈远，刚才你和张妹妹是笑我脸个是？是啥？像个花美呀！你我笑？打死你！我都笑死了！你笑啊！好了好了好了，不要打打闹闹的了。哎呀，又不是小娃儿，带我去看一下哪里失火。哦，走，你去参观一下你就晓得了，走嘛。哪里嘛？哎呀，以前开会，外婆又不知道，下午开了。哎，巧巧，哎，你那个外婆啷个就一天就晓得开会开会哟、哦？我啷晓得呀、啊？哎呀，别个幺婶儿，我们又不是不了解，她是三天不开会，心头累。当官的现在都是恁个。哎呀，她哪里是想开会嘛？她都是想搞阶级斗争，开批判会。哎，为啥子开哪个的批判会啊？开你的批斗会。哎呀，你们不说都算大爷。哎，同志们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那位啊，都是消防大队的雷参谋，大家欢迎。那次啊，我请雷参谋到我们家里哈来，都是针对我们家里哈的消防问题，给我们大家做报告。大家欢迎。这代表谈不上做报告。对头。是来做检查的啊，不是不是啊，是来检查的，都是针对到啊我们家里哈的消防安全问题，看还有哪些不足的地方。哎，大家欢迎嘛。是这样的，我那次来呀，主要是给大家来讲一些消防的一些知识，让大家呀掌握一些消防的一些常识。今年我们消防日的主题就是让家庭远离火灾。就是嘛，哎，就是有些人呐、啊、是太不注意了，光是晓得打电话，结果啊都忘了关天然气，否则呀还是后果不堪设想哦。哎，幺婶儿，说到半天，你们在说哪一个哟？哎呀，是你听嘛，你问过去问过来的。我是要问哈噻。哎，关天那件事情呢，我是听说了的。其实啊，你们看，你们那个家庭哈呢？它是那个穿透型的老房子，那个老房子，那个抵御火灾的能力都非常的差。周代表啊，上次就说了，上次那个事情呢，是由于搞忘了关天然气，其实那个都是由于灶上用火没注意引起的结果。对。在生活当中啊，不管是用啥子燃料的灶具，都要注意防火。哎，雷参谋。这个炒点菜煮点饭又没得好大个阵仗，防啥子火哟？哎，大家千万不要那个小看那个炒菜煮饭喽，那里面学问大耶。第一，如果你们在屋头炖肉煨汤的时候，由于无人看管，那个浮在汤面上的油啊，很容易溢出锅外，遇到炉火就会燃烧起火，很不安全。因此，在煨汤、在炖肉的时候，一定要有人看管。而且汤不能加得过多，还要控制炉火的温度，防止浮油外溢。对头，我也是这么说。第二啊，在做油炸食品的时候，由于锅内的油很多，锅又没放稳，那个油啊也容易溢出，引起火灾。因此要求啊，油不能放得太多，而且有人看管，随时注意防火。对头，我也是这么说。第三，就是在油炸食品做好菜炒完之后。人离开，时间长了之后，锅内的余油也容易着火燃烧。因此要求啊，菜炒好之后，人不要离开。如果说发现了着火，应该立刻把锅盖盖上，把那个油锅放在安全的地方，放平稳。对头，我也是这么说。哎，雷参谋，哎，上回我都是把那个菜呀倒到那个油锅里面，嘿，那个火一下都熄了，是不是一个道理哦？对对对对。哦，我晓得的。嘿嘿，刚才幺婶说的有些人，怕就是说的你。哎，白小娟，你听到嘛？哎，那个消防知识对你们都有好处噻。当然，哦，对我也有关系。对对，对大家都有关系。叔叔，如果发现着火了的话，是先报警吗？还是先救火呀？如果发现着火。而现场又只得你一个人的情况下，不管情况怎样，都不能见火就跑。因为俗话说得好，临危不乱，火情减半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在初期的火灾呀是容易控制的。
在初期的时候把它控制了，把它扑灭了，就可以防止火势的蔓延和扩大。因此就应该一边补救一边呼救。低头，都是要学小英雄那一点儿。哎，也不一定像那个样子。发现火灾的时候呢，要自己估计有没有能力，有没有把握把那个火啊扑灭。如果有那个能力，就应该采用相应的办法把火扑灭。如果估计自己不能把火扑灭，那就应该立即报警。在报警的路上，可以一边跑一边喊，得到群众的帮助和引起周围邻居的注意。那我打电话要不要得啊？当然好哦，打电话是最好最便捷的办法，但是打电话一定要会打哟。嘿，雷灿嘛，这个电话哪个不会打哟，是吧？对头对头，我也是那么说。哎，大家不要小看那个打报警电话哟，那里面可有学问呢。哦，对头对头。我也是我说的。哎呀，一个电话嘛，又不是搞啥子，还有学问呐、啊？哎，对头对头。哎，刘东，你那个是啥子态度？哎，别个领导再有不对的地方，哎，你都听到起噻。哎，不要那么说，周代表，我看那个嘛，我们来演习一下，来增加点大家的直观感受，好不好？哎，要得要得。哎，那哪个先来告一下呢？哎，那我先来。哎哎，嘉宾，你放个电话哈。喂，119啊，我们这里失火了，快点来！你们看怎么样？干脆不怎么样。你啷个打？消防队晓得哪点失火了哇？所以说要讲明的详细的着火地点。哎，就是，你不详细，他哪个知道你怎么个具体情况啊？我来。喂，119吗？告诉你个不幸的消息啊，我们这里不幸的失火啊。哎呀，那个火呀、啊、大得很呐、啊、好大好大的呀、啊、哎，那个火苗子啊蹭蹭蹭的直往云霄上冲啊。哎，那个熊熊的烈火啊染红了半边天呐、啊、半边的云霞都染红了呀。哎，告诉你，我们那个地方是很好找的啦。哎，就是这个上半城的下边，这个下半城的上边呢啊。哎，你们可以坐二路电车到临江门下车，然后啊、哎、你们就完了。哎，张伯伯算打算打，你这个电话不用打的。哎、我这个没有打完了嘛，应该加上这样一句。我再告诉你们一个更不幸的消息，你们就不用来的。为什么？哎，因为嘉林哈儿已经被烧光了。哎呀，算了，看我的，看我的，还是我来啊。喂，啊，消防队嘛。哎呀，不得要啊，不得要啊，我们这里啊，发生了火灾。啊，哎，火势大得很，大得很，那鸽子飞过都要变成乌鸦。啊，哎呀，不得要我，你们我们的损失啊，已经损失了很多钱大哟。哎，你们再不来的话，那就更完了。啊，哎，我们这里是嘉陵哈啊，怎么样？也不行啊，嘉陵哈是哪个区哪个街道的嘉陵哈，还是没讲清楚。另外呀、啊，他那个口音呐、啊。消防官兵也不容易听清楚，行打行打的。哎呀，你们喊我嘞！哎，喂，119啊，我们和平区八山街道嘉陵海发生了火灾，请你们赶快过来。哎，叔叔，哎，你看怎么样？你比他们几个要好一点，但是还是没讲清楚。哎。魏兵在那个报警电话，哎，还真的有那么多的讲究啊！那当然了。发现火灾的时候，一定要找一个口齿清楚、头脑清醒的人去打报警电话。具有消防知识的人呢，就可以组织人去救火和抢救。不管啷个发生火灾呀，不要惊慌失措，一定要镇静。另外，火警电话号码119一定要记清楚。这个简单得很嘛，他未必然还有连119都不晓得的笨人呐、啊。哎，你们路迷路眼把我盯到做啥子？打火警电话一定要注意。第一，火警电话打通后，应讲清楚着火单位、所在区县、街道、门牌或乡村的详细地址。第二，要讲清楚什么东西着火，火势怎样。第三，要讲清楚是平房还是楼房，最好能讲清楚着火部位。燃烧物质和燃烧的情况。第四，报警人要讲清楚自己的姓名、
工作单位、电话号码。哦。第五，报警后要派专人在街道路口或村口等候消防车到来，指引消防车去火场的道路，以便迅速准确地到达起火地点。发现火警应及时报警，这是每个公民的责任。哦，嗯，对头，应该在路口去截车，恁个的话，消防队都可以以最快的速度到达现场。哎呀，不说不知道，你说吓一跳。哎，打119那个电话，哎呀，还有那么多的学问嗦。嗯，那当然喽。哦，你以为都像你那个一天跳那个秧歌舞那个简单？还有你那个烟头啊，嗯，抽完了之后一定不要乱甩。嗯，弄的那个烟头啊，一定要把它熄灭。否则会啊，容易引发火灾。哦，等于在你们消防队眼里面，啥子东西都可以引起火灾哟。哎呀，那个无非都是个烟屁股个嘛。你不要小看那个烟头哦，那个烟头虽小啊，但它的危害是很大的哦。嗯，香烟的燃烧，它分成自由燃烧和吸烟式燃烧。当然，那两种燃烧啊，它是交替进行的。香烟的燃烧，由于它的品种不一样。所以它燃烧时的最高温度不一样，也造成它的各个区域的温度不一样。一般来说，香烟燃烧中心温度在800至900度，恁个高啊！那个香烟的卷子边缘的温度也有200至300度。当然，香烟燃烧时候比它自由燃烧的时候温度要高一些，但是香烟燃烧在它的中心至少在700度以上才能燃烧。另外啊，那个风速对香烟燃烧影响也很大。当风速在每秒1.5米的时候，那香烟呢，它就容易燃烧；而风速在每秒3米的时候，香烟才容易熄灭。哦，哎，对头，有时间风大的时候啊，那个烟它还不好抽得，是啊，要搂起个烛。嗯，根据那个实验呢，那个一个烟头引燃木棉和棉絮需要3至7分钟，而它引燃那个氢轮呢？只需1分钟就引燃了，由此可见，那个烟头呢，容易引发火灾呀，也就不奇怪了。嗯，我那里有那个烟头引发的那个火灾的案例，我给大家念一下。1985年4月，一个烟头使哈尔滨天鹅饭店发生震惊中外的大火，10名无辜的群众葬身火海。1987年10月，一个烟头。是北京北兰洗衣机厂东坝仓库价值400万元的产品化为灰烬。1988年4月，一个烟头是中央党校礼堂顷刻间被大火吞噬。1989年11月，一个烟头是外交学院红楼职工宿舍楼发生大火，37户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。哎呀，出哦！吹个，哎不。还有落地包会，好，把牌收了，把牌收了，开个会，开个会，收了收了，开个会。又要传达啥子会议精神嘛？我跟你们讲嘛，那一次啊，市里面要召开一个家庭消防运动会，推荐我们和白子孩儿各派一个家庭参加。哦，那个简单噻，那派白小军他们两口子噻，他们是我们家庭孩儿唯一结了婚的一对。哎，那啷个得行哦？哎，我们梅姨跑又跑不动啊，那个瘦紧紧儿，那个身体又不行。哎，我们不去，我们不去。哎呀，你们不要不以为然，推三阻四的，那是街道对我们家里孩儿的信任噻。听说那回获胜者还有奖励耶。啊，还有奖励啦？那我们就去嘛。哎，你不是说你们赵梅的身体不好的吗？哎呀，哎，一点小感冒个。哎，幺婶儿。究竟是些啥子奖励？听说那个奖品呐，是两个灭火器。灭火器啊？啊，我灭到啥子奖品的？你那个灭火器我拿回来没得用的。啊，算了，我还是不去啊。耶，表娟，你刚刚才说你要去了嘛？刚才嘛是刚才噻，啊，现在我梅姨又病了。那会儿又是啥子病嘛？感冒了。哎呀，恁个，哎，他两个不去也好。那一次，那个消防运动会虽然说是个趣味运动会，但是啊，上届是要求，要有体力的，要有胆量的。我的意见嘛，还是恁个，刘卫东和蔡秀儿两个去算了。嘿，要得，我和蔡秀儿组成一个家庭。想得美丽，好好好。幺婶儿，不是我不去，你想嘛？
别个那会儿那个是家庭消防趣味运动会，我和刘卫东两个又不是一家人，我没资格参加的。哎，啷个不是一家人呢？就是。我们家里还的人就是一家人噻。好，都是我定了，你们两个去准备一下哈，后天都要比赛，到时候啊，我们家里还那些人都要来给你们助威。我出跑，啊不，我跳马，要不得，干脆我就，我说你能不能快一点？你还不是经常到那个慢腾腾的？我至少考得好噻。哎，考得好。三位，啊，你看哪里？看什么呀？你拿我得的奖品。哎呀，那个呀，我都看了几百遍了。哦。哎呀。你看我那个没看到那一步还杀着的嘛？进车厢，哎，不算不算不算，哎，那个不算了，你不要来哈，你不要来。我没注意啊，我明明是个赢钱，我怎么又输了呀？那怪你个人给。青儿，青儿电话，青儿，电话。妈妈，还是不是找你们的？我来炒菜。哎，炒菜，真的没有酒还得炒菜。喂，你好，我们那个地方是嘉陵哈尔小卖部有限公司，请问你找哪位？蔡千云呐，蔡千云小姐，好的好的，蔡千云小姐接电话。哎呀，你问一下他是哪里的嘛？请问你是哪个卡儿的？上海啊，千云，上海带的。哦，来。哎呦，听到说上海带的哦，难怪你从西方搞跑了。喂，哎，你啷个现在才打起来嘛？哎呦，我等了你一上午都没打起来。你在哪里的嘛？你还在上海的呀？那你好久到重庆来呀？哦。在不久的将来。哎呀，你长辈别听嘛，好肉麻嘛。那天我发现那个上海的经常给他打电话，他一听到是上海打来的啊，哎呦，简直是眉飞色舞。你听啊，下一句肯定是你那边冷不冷呐？那边冷不冷嘛？冷，冷惨了。讨厌。我没说你，我在说我们邻居。哎。晓得。哎呀，这个历史又要重演呐！千云，千云，你的厨房啥子嘛？进到这儿的。啊，我的菜！哎呀，刘卫东，刘卫东，快点，我的锅烫起来了！刘卫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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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刘卫东。嘿。咋子？灭火。扯皮两斤不过是鸡毛蒜皮，有眼光看不惯心思烦，老朋友遇到新问题，拉小弟说到说到究竟了，二十一世纪，开放邻居，开放邻居，翻开报纸，翻开报纸，福利彩票出了大奖，开放邻居，开放邻居，打开电视，打开电视，又看到黄热球迷。